色车厢倾斜，挂在两节断掉的桥梁中间，半空中摇摇欲坠。墨西哥市一处捷运高架道路，在当地时间三日晚间10点多，竟然莫名崩塌。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，坍塌瞬间，这辆列车刚好疾驶而过，而桥体崩塌之后，桥梁和断裂的轨道直接压到下方路面。当时还有许多车辆在路上行驶，现场冒出大量火花和烟尘，相当骇人。消防人员获报之后，紧急动员，彻夜抢救卡在车厢内的乘客和被压在车厢残骸下的地面车辆。家属找不到亲友，心急如焚。Tengo una amiga que vine a las 10:50, su mamá perdió contacto con ella por teléfono, venía de su trabajo, ella es dentista。重大公安惨案发生在墨西哥城南区奥利沃斯的捷运站，隶属首都捷运12号线，2012年竣工，是城里最新的一条捷运系统，却在天气晴朗、系统无通报异常状况下，支撑高架的桥墩应声断裂，酿成严重死伤。Posterior al sismo de junio de 2020, conforme al protocolo, se llevó a cabo una inspección de este。墨西哥地震频繁，事发的高架路段虽然完工不到10年，但落成后传出各种偷工减料、设计不良的疑虑，加上过去几年地震中已经出现裂缝和结构瑕疵，一度被列为严重受损建筑，官方花了时间修缮，竟然找不出破口。Es lo que le hemos solicitado a la fiscal, un peritaje a fondo.De la línea 12 del metro。 最无奈的是，明知这一处高架道路很危险，但为了上班求学而奔波的市民却没有选择余地，只能每天赌命通勤，悲愤要求官员正视这场可以避免的危机，否则悲剧只会不断重演。多选鬼中心综合报道。